我叫小雅，小宝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我现在每天都有小宝陪伴我。你也想拥有一个小宝吗？请你的爸爸妈妈关注宝宝加油微信公众账号，你也可以拥有一个小宝哦。离小雅家的小区不远的地方有一根烟囱，这一天呐，小雅就问妈妈了：“妈妈，这冒烟的是什么？”记住了啊，冒烟的是烟囱。妈妈，为什么爸爸的鼻子不叫烟囱呀？他抽烟的时候，他也冒烟啊。你回去问你爸去。